主料韭菜500克，鸡蛋2个，海米50克，面粉300克，辅料盐、味精、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韭菜洗净切成末，鸡蛋用电饼铛淋成饼，面粉用开水和成面团挤成一个一个的团，放入海米、味精、盐味及咸油进行搅拌，最后放入蛋饼、面团擀成饼，开水煲了，剥成一个一个的菜盒子，用电饼铛开始烙了。烹饪技巧：随菜控干了，不然会下来汤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